下来就开始铺纸，需要保证纸卷于拉料到滚筒的平行。注意，垫纸的铺放也有所差异，方式两种，一种是单层，另一种是双层纸。这样在铺放垫纸的时候，对平两边的边线，需要保证纸卷于拉料到滚筒的平行，纸要从感应轴穿过，一直拉到从模具口那，但纸皮要穿过模具。纸皮拉穿过外轴，把纸拉好后，就把模具锁住。